大家好，今天重点给大家介绍的呢是这款贝壳棚房，是这么走，长度 11.5 米，跨度是4米，走上这个3阶台阶，想象一下与家人朋友坐在这里喝喝茶聊聊天，硕大的飘檐给我足够的安全感，刮风下雨我也不用担心，透过这透明的棚顶，我晚上还可以看看星星。打开门走进去，首先可以看到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。坐在休闲区，无论我是坐在椅子上还是躺在沙发上，景色都一览无遗。发现里面是一个面积不大但是功能非常齐全的卫生间，首先洗浴区，其次是马桶，再就是这个一体式卫浴。想象一下在野外可以洗上一个热水澡，还是很惬意的嘛。好了，今天的介绍就到这儿了，我要休息了，下次见。